竟然活着呀，挺有一套的嘛。这机关鸟该不会是捡来打算卖给我的？怎么百年过去，墨家聚集了一群无礼的小子？哎呦，竟能说话，机关做的可真精良啊。算是意外的收获吧，但这次是为了李军之事而来。嗯，李军，你们从哪儿拿到的？总不会是高阳遗迹吧？向河关，李军机关受理拆下来的。都用上人的元灵了，还留着这破玩意儿，真是服了他们。老张，你在高阳遗迹时说过，若我们活下来了，便要替我们解答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话先说在前头，接下来说出口的每件事情，你们就当耳边风便行。往后的路怎么走，做晚辈的自己终得有个底。晚辈，受教了。十多年前，我也曾经是个满腔热血的墨者，想着磨顶放种，救天下于水火。就是后来遇上了些事情，看破了。什么事？遇水初遇，我便想着姑娘大概是商墨门人，在守平也见到你们替百姓治病，确实是墨者胸怀。又从高阳遗迹安然脱身，也算是证明了机关术的本事。晚辈学艺不精，还有许多地方要努力。你以商墨为荣，但在我眼里，商墨与李军并无二致。利字当前，却忘情义，成了墨者，反倒失了人格。老丈何出此言？十多年前，我亲眼见着李军打着荡平乱世的旗子滥杀无辜。另一边，崔师兄嘴里说着互不侵扰，却无情地手刃同门。太傅的，身为墨者，该当有不能退却的底线。至少我相信，留情与否，都是能选择的。或许你能懂这个道理。大寨里救得了的东西，我全都收好了，送你吧。老张为何这么做？你大可以把他们全毁了，甚至卖了。我也是选择留情的人，如此而已。
红儿，你走访西域可曾遇过什么奇人？可多着了，西域地广，人们面貌风俗各异，但我印象最深的当属来自离轩国被称作幻民的人们。他们能以嘴顶起番旗，一脚将珠玉踢上头顶，甚至口吐火焰。口吐火焰这么厉害呀？老道的幻民有的还能剑斩自身，却只服杂草便能止血，几日后身上全无伤痕。难道不是那药草有什么奇效？我早有调查过，他们吃进去的确实只是路边的杂草。可真是奇了，真想亲眼目睹一次呢。回来过一次，他早就料想到我们会回头找他。还有，他提起了十多年前，一直没停止。我杀了他，我去看看。或许他留下的东西，能给我们解答。莽贼篡位，汉室存亡之际，我辈该当奋不顾身。今得留后墓内天书，或能以此力挽狂澜。若遭莽贼查获，还望崔大人相助，救小女于万一。晚生李某，是我阿父写给崔老的信。什么？所以是太傅救了香儿和你。确实有个李俊莫名的死在眼前，估计就是夏老丈说的同门吧。这么说的话，夏老丈其实是发现了阿兄吗？他若想杀我，那是轻而易举。只是他也手下留情了。是啊。
们好，我是一个神秘组织的助手，负责找寻游戏中的有缘人。我的偶像也在这个神秘组织当中，你要是有幸遇到，可要有礼貌一点。盒中尽是墨家典籍，夏老正留着这些也是费心了。我也认识个墨家小丫头，使这剑法。小白确实好好的传承了墨家。墨家学剑，不论是剑法高高，刀剑本是一家子，就留下了剑。休养！
阿兄，你瞧这裂痕。这痕迹和乙地山上的好生相似。不过，商山的裂痕比这小了许多。乙地山、商山、高阳遗迹，一路到这儿，裂痕是越来越深了。只有轩辕剑气能造成这种裂痕，果真是大小姐来此降妖了。往前看看吧。你们在我田里干什么呢？倒也不像来偷菜啊。老张，失礼了，没踩着你的作物吧？我们只是路过，看见这裂痕，觉得好奇才走来。那个呀，那是天雷劈的。天雷？这大概半个月前呢。夜里突然刮风下雨，一道闪电打下，震得我从床上滚下来。我担心田里出事儿，赶紧从家里跑出来。结果，哎呦，田中有位仙子拿着发光的大剑，正追着一头妖魔打呢。我呀，才想看得清楚点呢。你猜怎么着？又一道闪电亮瞎我这狗眼呢。再回事儿。两个都不见了。人怎么会突然消失？老张，你真没看见他往哪儿去？没有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我说呀，这肯定是仙女下凡来捉妖吧。你挺识相的，我家大小姐确实是天上仙。不晓得去哪儿了吗？阿兄，我们不妨跟着裂痕走吧。那个方向是夜翼。要是小哥真的找到仙女，看他能不能把这裂痕补起来，行不？好啊，我尽力。小兄弟，可以拜托你帮个忙吗？前几天我家小犬走丢了，好几日了还没找着。最近森林里出现了披狼，我担心会出事啊。可我现在受了伤，暂时没办法去找，希望能请你帮个忙。好，一定带回令公子。你可要帮我找回小犬啊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他长什么样子？黑黑的，身材也挺结实，大概这么高吧。记得当时在林子里，最后像是往南跑了。
有条黑色的大狗。这狗怎么会和狼妖混在一块儿？一样都是狗，自然会混在一块儿了。大王，那你怎么不跟鸟混在一块儿呢？怎么没有？本大王不就跟你这鸟人混在一块儿？他们过来了！休要！犬啊，小犬，你是说这条狗妖？什么狗妖？它只是条普通的狗啊，你怎么就杀了它？抱歉，我以为是要找令公子，是我没搞清楚状况。谁要你的臭钱？哎，走吧。
求求大爷，帮帮我这老妇吧。老夫人，遇上什么困难了吗？大爷，大爷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！我儿彭修他不见了，被妖魔抓去了。你可得帮帮我！老夫人，先别着急，给我们讲讲你儿子的事。失了音讯，就怕是给妖魔抓去了。大爷，您看来身手不凡，可否替我找找儿子？没问题，我们会帮你找到儿子。太好，太好。他体格特别的好，穿的也很潇洒利落，你们见到他肯定就认得出来。好，我晓得了，若有任何消息再和你回报。哎，多谢你们。像是他说他儿子的长相，就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母亲眼中的孩子自然是美化许多，不过他时而紧张时而冷静，确实有奇怪之处，稍微留心些吧。怪了，这足迹不太对劲，不太像是妖魔行走时留下的。是躲到洞窟里了吗？我先去探探。别让到手的飞妖跑了，包围他们！太高！看来从头到尾都是人吃人，没什么妖魔惹祸。难道老夫人的儿子也？有可能也被强盗劫财了。哎，回头再和老夫人说一声吧。哦，你们是谁？你是彭修吗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而且，你们还把他们杀掉了？你母亲在昆阳城里，正担心着你呢。躲在这树林里做什么？对对对，母亲在城里，我得赶快回去。他们怎么杀掉那群人的？得赶紧回去。我总觉得他看起来怪怪的。他的态度不太对劲，追上去看看吧。
怎么两手空空的回来？我还想着这回骗去的小子看来挺有钱的。我到那儿时人都已经被杀光了呀，我也不知该怎么办，就虚应他们走了。那尸体就晾在那儿，不会被人发现吧？这母子，小鬼可得好好给他们个教训。所以，这都是骗局。不，大爷，你误会了。跟强盗合作，联手劫财，还用死去的妖魔当作伪装，我还误会了什么？你们至今为止都害死了多少人？大爷，您别怪罪，我年老力衰，丈夫又早死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，求您，求您饶过我们，下次绝不再犯。别骂我阿母了，是我没本事，才勾搭上那群强盗做这些坏事。钱财大半也都给了他们，我们一个人也没杀。也是情有可原，但你们得知道，这些都是人命。强盗既死，日后别再以此招摇撞骗了。会的，会的，感谢您。哎，你也赶紧来谢谢大爷呀。谢谢大爷。不必了，快走吧。
怎么还不回来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阿福前些天去了城外的林子，可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阿父说要打两只兔子给我补补，我不想要兔子，只想他早点回来。你们能帮我找找阿父吗？我们该怎么找你阿父？我阿父是个士兵，绿林军的士兵。然后，他身上带着个红色的香包，是阿母之前做的。对了，上头还绣着些字。啊？我不认字呀。好，你在这儿等，我们很快回来。裂痕竟一路从昆阳绵延至此，这些都是轩辕剑造成的？那还用说，大小姐要用起轩辕剑，天底下就无妖魔能敌了。上古神器竟有如此威力，对你这种普通小鬼来说，确实只是比普通的剑强些而已，不是人人都能发挥它全部的威力。但既然有轩辕剑在手，夫人又怎会无法杀死妖魔呢？你哪只眼睛看到大小姐杀不死妖魔啦？肯定是妖魔太多，大小姐要多花点时间一一追杀。真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我这腿又疼了，正是只能待在这儿，乏味的紧。能不能帮我打听下，最近街坊可有什么新鲜传闻？行，我帮你去问问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去。快去。
小姐肯定是往这方向来了。瞧，这地上又多一道轩辕剑痕呢。在下叶一载，叶正。初次见面，不知三位来此所谓何事？我们正在找人，多有冒昧，还请见谅。不打紧，只是许久未有外人来访，姑且一问。不过，诸位说是在找人。是，我们在找一位穿着绿衣、身背大剑的女子。找她做什么？有何不妥吗？啊，就在此地约莫一旬之前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半夜，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有人大着胆子隔着门板偷看了一眼，只见一名绿衣女子手持大剑匆匆离去。隔天早上一看，杜先生的船坞竟被毁了，人也不见踪影。平时杜先生在这船坞中为大家修理船只器具，如今人却不见了，唉，着实令人担心呢。那女子往哪个方向离去了？她往寒清湖的方向逃去，就在东边不远处，深入密林即可看见了。多谢。我早就怀疑了，一定是有人假冒大小姐。这冒充，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要我说，就是天台密林的青铜大老虎啦。那头老虎面目狰狞，它一吼啊，十里外都听得见。听说它还会吐火呢。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哎，你可不知，现在可是风声鹤唳。我听说关中那边啊，好多人都被抓去当了官奴，还上了铐，游街示众。都是些什么聚众滋事或私铸钱币的事儿，还通通连坐。哎，幸好咱们这儿算是天高皇帝远，还没什么事情。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有，就怕你听了吓着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可是汉高祖时候的人，活了200年，见过不少事情。啊，你活了200年？你们晓得东边的林子吧？那时候我在林子里打柴，碰上两个老翁，想着天色不晚，就看看他们做啥。哟，原来是在下捉鹿棋，我就把斧头扔在一边看他们下棋。看着看着肚子饿了，老翁还分我果子吃，那果子真是鲜甜可口，我到现在还回味无穷呢。几局棋后，老翁便提醒我时间已晚，要我赶紧离开。你猜怎么着，一低头，我斧头的柄竟然全烂光了。再抬头，两个老翁也不见了。再等我回到夜邑，就已经是帝皇年间了。
这些是我刚打听到的传闻。哦，有趣，有趣。嘿嘿，那个去林子里打柴的人，岂不是比我还老了啊？哎，还有吗？啊，哎，再帮我打听一下吧。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刘氏复起，李氏为辅，最近这句谶语四处流传，你们听过吗？嗯，对了，南方起事的那群绿林军不就姓刘，就不知那个李氏究竟是谁了。沿路可真漂亮，我一定要猎到手。不过一个人闯进去还是太危险，要是找个帮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着要猎头狼妖。兄弟晓得沿路这种妖魔吗？当然，长着三颗头颅，身上带着火焰，时不时就会碰上。我从小就喜欢狗和狼，一直都挺好奇阎炉的模样，想说抓一只来作为纪念。只是父亲当上义宰后，就要我别总是向外跑，要学习正事。我和他打赌，只要猎到阎炉，我就乖乖回家。那就直接去打猎不就成了？只身一人对付阎炉还是有些莽撞。兄弟看起来就是练家子，可否帮我个小忙？我会给你丰厚的酬劳的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听村人们说他们在那儿遇见过阎炉，你们先走，我准备好一些装备立刻跟上，拜托你们了。为什么狼妖总住在林子里？上回也是。哎，说到林子里的狼，我倒想到一道谜题。有个人与林子中的狼对抗许久，降很久之后被封了个大官，你们猜他是被封了什么官？你们都别说，让本大王。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哟，又来了。我想想啊，我前些日子又到林子里打柴，打着打着累了，就到寒青湖旁休息一会儿。结果，哎，我实在糊涂，一不小心就把柴刀碰到湖里去了。我本想着没办法了，哪知湖里忽然金光大作，竟有一名仙子缓缓现身。他拿出一把金光闪闪的柴刀，问我是不是掉了这把。我说不是，我的柴刀普通的很，还有点锈。他欣赏我诚实，就说要把金刀也送给我。真的？那你拿了那把金刀吗？小丫头，咱们做人最重要的是知足。我就跟仙子说了，我只要我的柴刀。那仙子见我不但相貌堂堂，而且秉性良善，她不由得芳心大悦，便跟了我回家做妻子。那就是这位仙子了。又在胡说。
这些是我刚打听到的传闻。哈哈，哎呀，等我腿不疼了，我也到湖边去探探，看能不能也见到个仙子。小伙子，再帮我打听打听吧。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你知道故事吗？艾夏·卓路奇的那个寡妇。我最近常看到一个小伙子来找他下棋，他俩聊得可开心了。听说是昆阳城里人，不过看起来也不是特别有钱。那小伙子每次来都偷偷摸摸的，走也走得匆忙。我觉得，你说是吧？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最近，有呀，朝廷的大人们去林子里捉妖了呢，而且他们还在林子里建了一栋好大的青铜屋子。阿父说，那东西都比树木还高了。不晓得是给谁住的呢？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我这儿也没啥新鲜事儿，只是杜先生进林子也好些时日了，不知他是否安好。他对大家都和和气气的，对孩子们也都挺好，还替我们造了那些机关。不过上次听说有个朝廷大人来拜访杜先生，却被他给骂走了。我们都猜想杜先生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还要啊。其实前些日我又遇上了下棋那两位老翁，其中一位自称天台仙翁，说与我有缘，可以实现我一个愿望。我就想到有个老友几年前走了，我特别想念他，便问仙翁有没有办法再见他一面。仙翁给我施了个入梦的术法，让我在梦中见到了老友。我还想着人死了多可怜啊，结果他竟然大鱼大肉，好酒好菜，身边还有仙女相随。原来死了之后还能过得比活人舒服。老友说他现在无病无痛，不必下田，不必打猎，日子可快活了，就是担心故乡的阿父不知他好不好。我就跟他说，你阿父平日有我和镇子里的人照顾，没事儿，就是偶尔会担心你，有些郁郁寡欢，但既然你过得好，那也没什么好操心的了。讲完后我才想问他分我点酒肉吃，没想一回神梦就醒了，仙翁也无影无踪。好了，故事说完了，赶紧去吧。最后他说，你阿父有我们照顾，你就安心的享福吧，知道你过得好，大家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
这一定是胡言那小子说的吧？多谢你们啊，替我跑了这么多趟。这是黑虎的痕迹。不错不错，这的确是黑虎留下的痕迹。大小姐，追下黑虎的妖怪，一路追到这儿来。方才这家伙还不知感恩，又掏出了。大王刚刚还在说什么？怎么又在说什么？是你，你要飞过去绊着脚不可。战斗者或许是被妖魔缠上了。带着香包的陆林军，恐怕这就是静儿答复了。叛军早归。是啊，叛军早归，叛军早归西了。又是陆林贼党，一起归西吧。那有声音。呀，好，好，怎么回事？
我星耀这狼果真挺大只的，佩服佩服。他应该不会突然火起来吧？或者其实还留着一口气，待会儿会跳起来咬死我。你呀，不会是看到食物才害怕了？没这回事，我只是被他的模样震慑到，而真是非常威武啊。这是当初约好的酬劳，要不然我们也能帮你带着他走。不必，交给我就行了，我会好好处理这头炎炉的。想不到本大王放弃。小鬼，你说答案吧。那人最后被封了雨林中狼将，因为他雨林中狼将。
这痕迹一路向北，我们过去看看。那有生命。休养。姐姐，西域究竟是怎样的地方？西域漫天沙海，一望无际，让人觉得自身渺小。人们在寥寥无几的绿洲旁建起城市，沙漠能够栽植极为美味的瓜果，有壮丽的美景，却也时时刻刻潜藏危机，夺人性命。那西域和商山哪里比较美丽呢？是没办法比较的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各有美丽之处。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乙地山，要是哪天能到西域去该有多好。仙儿要想周游列国的话，只要等到恢复了，自然没有问题。好呀，这可是你说的。